你们知道我们快要过圣诞节，所以呢，我和大宝今天出来溜达溜达。Where we go? Like a light show, right? The Riverside County Festival of Lights at the Mission Inn. Yep. 带宝宝也来看一下小灯儿啊。嗯。给他穿暖和的，是不是？你看那帽子，你看那帽子。冰冰。因为我们家那边每套房那都有放灯，然后我们晚上一出来，宝宝就老高兴了，就哇哇。所以今天过来看看。Yeah, Aaron. This is the Mission Inn. Mission Inn, you know, is a hotel. It's one of the historic buildings in the city of Riverside. You can tell by the architecture, right? Yeah, it's pretty history. 对呀。Historical. 我们跟他们走吧，因为我也没来过，不知道往哪儿走。你看宝宝的大眼睛啊，已经开始呜啊。我昨天上他的网站，他写的是11月份到12月31号，他每天晚上都有。然后他会有人，放点音乐、唱歌啊，或者跳舞啊，还有人卖东西呢。This is the mission. 它下面都是放灯的。哇，美国的圣诞节是最热闹的。美国大节日吗？啊。美国的一个大节日。看前面有一个大 nutcracker， 两个大 nutcracker。Can you see the baby? She's like, oh my gosh， 好高啊，好高啊。Aaron 回来跟我们过圣诞节，之后就感觉就能有圣诞节的感觉了 ，right？ Yeah， 因为中国在中国他不过圣诞节，中国过年，但是美国过圣诞节。Yeah， 和那个 like this the biggest holiday。Santa， Christmas， Halloween， Thanksgiving， and what else？ Mostly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对啊，美国四大节日也就是圣诞节、鬼节、美国独立日，还有感恩节。鬼节叫什么 ？Halloween 啊。鬼节叫什么 ？It's not 鬼节。万圣节。对。但是就是俗称就叫鬼节，因为这一个人扮的像鬼似的吗 ？No， it's okay. Aaron， 往前走。咦 ？Baby， 看看妈妈来，看看妈妈。哎呀，戴着小帽子太好看了。对，你看前面这两个人叫 Nutcracker。Have you ever seen the Nutcracker show? No? Me either. 哇，好漂亮！我们要进去看看啊、哦。你看这里边那么多 ornaments， Christmas 的球。Aaron, your sister getting all excited?那是不是有老兴奋了？现在，啊，哇，可好看了！耶、yeah, ，一个圣诞树。哎，你看看，是 Santa's workshop。我们现在要进这个大长的 tunnel， 全是 light， 全是灯。你看，大宝停一下，要给 baby 看看圣诞老人呢。See the picture of the fireplace? Wow. They'll be more vibrant. Yeah, the Mission Inn, you know? Festival of Lights, 就这么多吧，没有了。那咱们可以在外边溜达溜达吧，大宝。在外边溜达溜达吧，在那个屋里面人太多。啊。这也可好看了。这边他们用灯做一个大圣诞树。一个。来 ，baby 有一个这个灯，给 baby 买一个这个吧。买这个干啥呀？给他买一个。你看，给 baby 买一个大气球带灯的。
然后这儿又买玩具啊，有啥呀？这个是啥呀 ？Our childhood. Yeah, it's good for kids. 你看现在，我妈抱着这个小 baby。Baby, you say hi, hi, hi. 我喜欢我那个球呢。我现在又换了一个地方，就比较。为了圣诞节。Yeah.大家都在这溜达溜达，吃吃饭呢、啊、什么的，开开心呢、啊、因为这马上圣诞节了嘛 ，right？ 这块还有一个卖东西的，但这块卖东西比刚才卖这个球的东西还多，像卖什么手套啦、这个帽子啊什么的，灯、玩具。你看那个大星星，然后这个星星 ，UC Riverside Stars。Pretty cool, huh? 去吧吗？去吧。啊啊啊！有人照相呢。我还寻思这什么事呢，还不去？你看 ，baby， 你看那个大树。啊？圣诞树 ，Yeah， 哎，你看这里面有一个 Santa Claus， 也就是圣诞老人，得陪孩子照照相啊什么的。其实要是说有玩的，就没什么玩的，就是逛一逛。对啊，气氛。对啊，在街上逛一逛啊，有点 Christmas 那个气氛。对啊。其实我感觉，哦 ，sorry， 其实我感觉那个你看看这边这么空啊，他应该摆一个 piano， 钢琴啊、哦，然后你过来给他们弹 Christmas music。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Okay. 呀 ，baby 呀、啊，脸也没有表情。看灯是不是看太多了？啊？啊 ，baby， 有人在这儿爆胎了，太可怜了。我们也要往回走吧。对啊，这块呢，就是看看气氛。对，就是看看灯。看看灯啊，享受这个 Christmas 气氛，也就差不多就完事了。The Christmas spirit. Spirit, yeah. The environment. 人在这边住吗？有啊。挺多吧，应该。啊，你看这个天鹅，这灯是天鹅。你看 Aaron 玩他妹妹的这个气球了。Seriously， 然后我们回家的路上，也给你录一下我们家那边的房子，看他们这么放的灯。我有两个邻居放的挺好看的，我们家就一条。对啊，一条小灯。对啊，前几天是不是跟你说我们应该得放一个？然后你怎么说的？不用，我说不用。大伙说一条就够了。对呀、啊、easy 来，你看看你俩啊，哎呀，现在这变得越来越重了啊。远点儿，站远点儿给你看看，远点儿给你看看，好看、啊、给你吧。 baby 说好看。看，现在到我们小区这边带你看看这个好看的。哎，这个挺好看。
是不是那么多 snowman？ 我你看每一家家家都有啊。有的时候小宝要是闹，我就抱他出来看看，然后他就高兴。你看姐姐还摆那么多东西，他们一个月的电费多少啊？不知道。这个也特别好看，宝宝在后边睡着了，要不然他要是一看他就开始呜啊。这是我们家的邻居，每一天晚上带二宝过来看看。他们家还挺好看的哦。他们 movie lights too。然后我们家呢，你看看哦。这个是我们家，只有一条，只有一条灯。带你去溜达了，今天。今天还是大宝第一天放假 ，right? Because today is Monday， 周末不算，是吧？所以今天是他第一天放假。大宝抱着小妹儿出来，他都睡着了。等一下我也去抱抱，然后抱他进去。